说赵家轩可能没几个人知道，但说你球姐很多人一定不陌生。赵家轩原名赵一涵，与其他星二代不同，赵家轩是通过直播走红。与其他人相同的是，他同样利用了父亲的名气。4月30日早上，赵本山的女儿赵家轩球球上分享了一段视频，大秀自己的好身材，引发网友一片赞赏。只见视频中的球球穿着紧身上衣和裤子，勾勒出好身材。他时不时轻抚头发，略显娇羞。球球还配文问网友：“瘦了吗？看起来最近是瘦身效果显著。”早前，球球还登上了《男人装》杂志内页，身穿清凉泳装，大秀身材，性感火辣，成熟妩媚。身穿性感泳装的她，大胆摆出各种 pose， 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小姑娘表现力还不错。”赵本山现在已经慢慢的退出舞台，反而是他的女儿赵家轩慢慢的从网红开始进入了娱乐圈，也有很多网友喜欢他率真的性格，希望他以后能为大家带来好的作品吧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？喜欢这样的球球吗？